哇，怎么咁好唱口啊 ，Paula？ 嗱，因为呢首歌啦，就系 Kinky Kids 喺97年 debut 嘅嗰首歌 Glass No Shone， 即系玻璃嘅少年啦。我哋嚟到小樽，嗱，成条街咧都系卖玻璃喎，即刻想唱呢首歌啦。啊，本地都系玻璃心啊，其实我就唔系嘅，好坚强嘅。其实玻璃咧喺小樽咧周围都见到啦。原本咧佢哋做紧嘅嘢咧系。 浮玉啊，即係誒竹語用嗰啲玻璃浮標同埋咧油燈嚟嘅啫喎。結果咧去到戰後啦，開始咧暴雨液嘅不景氣啦，同埋有咗 plastic 啊膠嘅出現咧，派咗好多膠嘅關係咧，佢哋咧發覺咧呢個行業去到80年代已經夕陽工業啦。結果咧呢間店鋪咧真係浴火重生咁樣嘅心態啦。當時佢就諗到啊，不如將佢觀光化啦，做一啲細細件、細成古精美嘅呢啲玻璃器皿咧賣俾遊客，要提供啲體驗俾啲遊客。 結果呢個行業真係重新浴火重生啦。其實咧，當時對啲師傅嚟講都唔容易啦，因為佢哋做嗰啲浮標啊，做嗰啲漁具咧，其實咧就唔使做到咁精緻㗎嘛。咁所以咧，佢哋咧為咗咧令到佢哋嘅行業再興起咧，都要 upgrade 自己。嗱，今晚啦，我哋一場嚟到啦，都學多門手藝啦，好啊，增值自己。好，冇得撈嗰陣時嚟呢度吹玻璃啦。好啦，好啦，好啦，點火先。 要慢慢轉咧，先至可以啦，可以好平均咁樣將黃色嗰個玻璃咧放喺呢個棍上面，變成一個波波形。係啦，而家咧就係燒嗰個鼻啦，個鼻白色嗰點。隻眼啊，係咪？咩嚟㗎？哦，係。你記得 make sure 要對稱。OK。哇！十秒。10秒，10秒鐘，1、2、3、4、5、6、7、8、9、10。 你個十秒好快喎！快啊！巴米吉拉特條，你用。そのまま？はい、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お疲れ様。哇！張先生見到自己整嘅呢個企鵝仔咧，好有滿足感啊！我哋可唔可以喺度揾食咧？你覺得？ 賣唔賣得出去啊？我哋啲手作，應該翻香港可能都呃到下人嘅喺呢度就冇位牽炒啦。不過我頭先睇到咧，呢條街咧，全部都賣玻璃啦。仲有好多銀行嘅建築喺呢條街上邊喎。係啊，呢條街咧原來咧喺以前咧就有呢個北方華爾街之稱嘅，因為咧就咁睇咧，應該係當年啊銀行多過惠普。直情係啦，因為咧明治維新時候咧開拓呢個北海道啊，小樽咧成為咧貿易嘅大港，第一大港嚟嘅。呢度嘅人口 曾經多過札幌㗎，真係估唔到啊！估唔到啊嚇！不過咧都好欣賞啦，就係呢度嘅政府啦，同埋市民咧，佢哋都即係肯齊心咧，保護翻呢啲咧咁有價值嘅建築物啦。係啊，因為戰後咧，佢經濟中心就翻返去札幌嗰邊啦，咁呢度咧慢慢俾人遺忘啦，反而咧啲建築物保留咗喺度咧，而家咧成為咧觀光業最重要嘅支柱咯。 离开小樽，我哋就去札幌。第一站就去札幌嘅北海道开拓之村。呢度系北海道开拓之村，最特别嘅地方咧，佢俾人哋感觉就好似好大嘅户外博物馆一样，因为呢度啦集合咗总共52栋嚟自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嘅历史建筑物，全部都喺晒度啊！系啊，北海道咧就唔同日本嘅本州。 九州或者四个咁样，佢咧喺150年前嘅明治维新时候咧，先至由日本人喺度开拓殖民开始嘅。北海道呢个咁广阔嘅大地，就好似一张白纸一样，为呢张白纸添上咗富良野嘅紫色、玉川嘅银色，或者系札幌嘅绿色嘅人咧。
佢嘅名叫做黑田青龙，佢就出生于日本最南边嘅鹿儿岛嘅萨摩藩，即系我哋第一集去过嘅地方。然之后咧，佢代表明治政府军咧就追呢啲幕府军啊，追到去函馆，之前我哋介绍过五菱阁嗰度，一路打败咗啲叛军之后咧，就占领咗成个北海道啦。然之後咧，佢以29歲之齡咧，就當咗北海道嘅拓展使啊！佢將拓展使嘅總部咧，由東京搬咗嚟札幌呢度，即係後邊呢一個開拓使札幌本廳呢度辦公嘅。佢定出咗10年嘅大計，就要開拓呢個北海道嘅。佢開拓嘅 plan 咧，就呈現咗喺啲開拓之村入邊啦。而家呢條開拓之村入邊咧，都分咗4契嘢，一契咧就係叫做山村，一個叫農村，一個叫做漁村，同埋另外一個咧就市町嚟嘅，就係而家北海道成為日本農業基地嘅主要原因。就咁聽咧，已經知道呢個開拓之村咧真係好大啦。所以咧，我哋陣間就要登上呢度全日本唯一嘅馬車鐵道，一齊翻翻去150年前嘅北海道。明治30年咧，北海道嘅函馆出现咗第一个嘅马车铁道。嗱，马车铁道咧，对于开拓北海道有好大嘅贡献嘅，因为当时佢主要咧就系爱嚟载货，例如系载木材啦、石头啦等等。咁好多地方咧，一啲细小嘅地方咧，其实咧铁路系去唔到，所以就全靠马车铁道啦。系啦，呢个咧系因为咧明治初年咧已经用蒸汽火车嘅关系啦，只不过喺啲乡下比较偏远嘅北海道咧，先会用到马车铁道嘅。咁呢个村点解要复原咗马车铁道呢？就关于咧开拓之村太大啦，呢度有54公顷嘅面积噶，为咗方便游客咧，系方便喺夏日炎炎嗰阵时唔使行到成只脚咁啦，就揾咗呢个马车铁路咧嚟代步。由4月到11月之间咧，大家可以用250 yen 嘅价钱咧，就坐到呢个马车铁道啦。上咗呢個馬車鐵道啦，起動嗰下都覺得咦咁快，咁快嘅，快過法拉利，我覺得。我未坐過啊。其實呢度咧就好多啦，都係喺即係北海道唔同嘅地方咧，即係搬翻過嚟嘅一啲，即係都係嚟自以前嘅建築物嚟嘅。咁但係有啲咧，佢可能就保留唔到嘅話咧，就盡量咧就再現去復原佢嘅。咁所以咧有一啲咧，佢可能咧以前有得木啦同埋石頭啦，後期咧佢就會加翻啲混凝土去鞏固咗佢嘅。呢個係啊派出所嚟嘅喎，有兩個阿叔喺度揮手啊，同埋咧好多小學生喺度做呢個建學啊。係啊，同埋咧佢哋咧即係話。當時有啲咩農具啊？個農具個樣係點啊？咁佢哋做功課咧做得好仔細啊！係啊，其實呢度咧係好好嘅呢個國民教育嚟嘅，等啲小學生知道自己國家喺150年前點樣開發咗呢一批咁大嘅土地，成為而家咁嘅樣子。同埋好過就係讀歷史係唔係淨係讀死書，讀喺個書本度咯。好多時候你讀歷史都覺得嚇，即係點啊？咩樣？咁你而家呢度見到啲建築物咧，其實容易記入腦啲啊。我見到佢哋頭先有部分咧，臨離開開拓之村嘅時候咧，佢哋講過好大聲啊！呢個東西嗎？咁即係多謝呢度啲人啊，去招待。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國民教育做得好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哇，點解覺得嚟到呢度好似好舊咁嘅呢度？因為呢度咧應該屬於漁村噶啦，農村同埋漁村噶啦。頭先我哋嚟嗰陣時咧，嗰邊屬於市町，即係城市啊，即係以前嘅薩波羅。呢邊咧就屬於農村啦、漁村啲啦，係啦。James 之前咧，我哋去咗小津力貴賓館啦，同埋青山別墅啦，其實咧都係青山流吉呢個即係漁夫大王家族所興建，好豪華嘅建築物。咁啊，估唔到咧，我哋而家咧嚟到札幌咧，都見到咧同佢有關嘅建築物喎。嗱，呢一個咧就係幫佢打工嘅一班漁師當年所住嘅宿舍嚟噶啦。哇，乜咁有神心咧，由呢個小津咧，即係山長水遠咁運到嚟札幌啊！哇，都唔少嘢㗎，小津距離呢度咧37公里，你諗下要將個漁夫之家拆咗件，編曬 number， 然之後用車或者用火車，唔知嚇點樣運到嚟呢度。每一件冚翻嘅話咧，其實用好多時間精力嘅。呢個仲係一個漁夫之家，唔係小津嘅貴賓館咁緊要嘅嚇，好豪華嘅建築。試想一下，如果你長洲有一個清朝時候嘅漁夫之家，你會唔會咁樣咁辛苦將佢咧拆咗件，要組翻翻嚟搬去西灣河啊，或者搬去筲箕灣？你唔會噶嘛。最簡單一把火燒鬼咗咪算咯。香港最成功嘅一個拆遷嘅個案咧，就係、是。
中環的呢個美麗樓。咁美麗樓搬去呢個赤柱咧，講緊已經係一個政府好偉大嘅一個工程嚟㗎啦。一編咗 number 啲石頭，一件一件咧喺赤柱嘅海邊重新冚翻美麗樓出嚟啦。咁日本就調翻轉啦，呢一條開拓之村咧有52個呢啲咁嘅舊式嘅建築咧，係北海道各地搬過嚟嘅喎。係啊，咁其實唔單止係札幌呢一度啦，好似之前我哋有去過函館啦、橫濱啦，或者之前你去長崎啦，其實都有好多類似咁樣嘅地方啦，都係將啲建築物搬嚟搬去嘅。我好好奇喎，點解日本人會有啲鋪人呢？其實呢鋪人就同我哋中國建築嘅風格有關嘅。中國全部建築咧，當時係用入榫嘅方法，我哋唔打釘嘅。咁呢啲風格咧就喺唐朝嗰陣時咧傳咗入嚟日本啦。講係1400年前，佢哋已經學識咗我哋中國呢一種建築風格，所以到而家咧過咗1400年，佢哋都不忘係用緊呢個方法入榫嘅建築方法咧，將成個建築拆咗建之後咧，重新喺呢度冚翻呢個建築出嚟。师妹，欢迎来到北大。这间北大呢就不是我们中国北京大学，而是日本最大的大学——北海道大学。北海道大学呢就全日本最大，究竟是有几大呢？概念上呢就是东京大学的两倍。头先呢就是我们都争啲荡失路的，因为大家看看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哇好像很大的森林里面，每口的空气充满负离子，我想读书都会醒过人。直情是啦。呢、这個地方咁大咧，唔淨止因為北海道地大啊嚇，而係因為佢嘅校長咧，好有呢個好開闊嘅視野啊。呢、这個校長咧，其實就嚟自於美國嘅 Mr. Clark， 佢就嚟自於麻省嘅呢個農科學校啦。咁嚟到嗰陣時咧，呢一度咧仲未係叫做北海道大學嘅喎，叫做札幌農科學校。咁咧過咗後屘咧，先改名咧，變成一間全科嘅大學，叫做北海道大學嘅。而當時嘅美國人咧，喺嗰個年代好熱衷於喺亞洲咧開拓美式嘅教育方式，所以呢度起到成個美國嘅大學 campus 咁樣。講翻咧北海道大學咧，其實咧當時嚟講咧就即係好創新嘅，因為咧佢哋咧就係一個全英語嘅環境嚟嘅，係英語授課嘅。咁啊嗰個年代咧，仲要係請了很多外國的教師來到這裡教書，所以你說多麼新潮，我看到連那些路牌全部都寫英文的。是啊，這裡還有一個 Mr. Clark 的雕像，不如我們看一看。好啊。Boys be ambitious 呢句説話咧，就係克拉克校長咧當時咧就同啲學生啦騎住馬啦，好 casual 咁樣講嘅。嗱，估唔到咧，最後就成為咗北海道大學嘅校訓喎。係啊 ，ambitious。體現了就是進取的精神，不只是學術或者國際的視野那方面，食嘢咧都要好進取嘅。聽講校長就曾經有一個指示俾啲同學，冇食咁多飯，除了咖喱飯可以食米飯之外，平時食麵包，要學西人咁樣嘅。但係估唔到原來呢位克拉克校長咧，可以對成個北海道的影響是咁深遠。係啊，我諗連佢嘅家人都估唔到啦。佢嘅阿爺咧，而家嘅肖像咧變成咖喱飯啦，變成草餅啦，睇得出咧，其實日本人好相當崇敬呢一個美國嘅教育學者嚟嘅，即係同中國人好唔同啦。喺現代化嘅過程之中咧，日本人覺得西方人帶咗好先進嘅科技同埋文明俾佢哋，所以咧到而家都係咁尊敬佢哋嘅。海道大學歷史悠久，在這裡當然有很多建築物，但是明治時期興建的建築物現在保留的已經不多了，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古河講堂。是啊，這個是它四個的 明治時期的建築剩下的其中一個。你看到 style 好像去了美國維珍尼亞州或者是麻省那樣的，你看到很多木的面板，是很對稱的結構。但我就這樣看就覺得好像簡陋了一點，全部都是用木做的，跟我們讀香港大學本部大樓的 Main Building 差很遠。知道為什麼？
其實咧兩個捐贈者咧係爭好遠嘅。Mean Building 咧就香港好出名嘅呢一個摩地道嗰位摩地爵士捐助嘅。摩地佢係咩人咧？佢帕什人嚟嘅喎，即係印度嘅波斯人。所以當時一捐咧，捐咗一個咧好宏偉嘅大理石起出嚟嘅 Mean Building， 到而家咧仲用緊。係啊，咁但係呢一個咧，其實都係有錢人捐㗎啦，就係古河府資助。咁以前喺日本咧，其實都算係一個財閥嚟嘅，因為佢咧就係做嗰啲銅礦啊、煤礦嗰啲生意嘅。不過聽聞佢嗰陣咧，好似咧因為咧即係有啲即係做意外啦，即係佢泄露咗啲毒氣，係啦，所以咧佢就為咗回饋翻社會、補償翻社會咧，就起咗呢一個嘅古河講堂啦。我哋而家咪拍緊《玻璃之城》啊？點解啊？我哋回到你係 Leon 啊？係啦，你就舒淇啦。我哋回到大學時啊。係啊，咁啊頭先咧，即係參觀完嘅校園咧，我覺得咧真係要行入去了解啲學生生活嘅話，梗係要去佢哋 canteen 食嘢啦。就係呢間 canteen 係用翻 Mr. Clark 嘅名啊 ，Clark 嘅食堂啊。係啊，我哋嚟吸收大學嘅養分啦。我哋呢度咧就係攞咗嘢食先至俾錢嘅。哇，好平啊！佢一個味噌嘅湯咧32 yen 啊。係。呢個。好啦，睇下埋單係幾錢先。好豐富啊！大家觀眾下望一望呢啲飯咧，同我哋香港食開嗰啲大學嘅頹飯咧，係幾多個級別嘅分別呢？你覺得係？唔係咁講真，頹飯咧又食唔到我哋呢個價錢嘅。呢個因為你平均嚟而家呢一個係800 yen 到啦，即係都50-50 yen喎。哦，咁啊頹飯20-10 yen。就係20-30 yen咯。嗱，我食呢個咧就係北大嘅農場生產嘅薯仔啦。咁你知啦，北海道大學當年係農業學校嚟噶嘛，梗係要食佢哋嘅產品啦。唔錯，好成功啊！佢哋個農業。證明啲學生咧學以致用，將佢自己種完啲嘢就賣嚟 canteen 供。同埋呢間大學咧最出名咧就係話咧佢自由嘅風氣啊。呢間大學因為有 Mr. Clark 嘅教導咧，就話咧自由係緊要過其他嘢嘅。咁啊佢就唔教咧國民主義，即係嗰個 nationalism 就唔係咁緊要。當其時咧，明治初年咧就比較東京大學同埋北海道大學，一個咧就教 nationalism， 即係國家最緊要。我哋愛國愛國愛國，叫變咗軍國主義啦。反而呢一度咧就自由主義，就話咧個人自由最緊要，學術自由最緊要。如果咧當其時政府入邊啲官係北海道大學嘅北海畢業生嘅話咧，可能就唔會有軍國主義。亦都發生喺150年前嘅日本。係啊，新大陸上面嘅原居民紅番咧，即係哈爾人；外來人即係和人，即係我哋平時所講嘅日本人。日本人咧以壓倒性嘅優勢，迅速同化咗呢個面積係9-1倍嘅新土地。明治維新點解要拓殖北海道呢？同清末民初嘅闖關東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兩者咧都係地廣人少啦。幾千年以嚟，日本人都冇佔領北海道，因為呢度天氣實在太凍啦，而且咧仲有哈爾人。同樣，中國嘅東北地區咧，係滿清時候漢人係唔可以進入嘅，因為嗰度係滿洲人嘅農興之地。直至到一隻大灰熊嘅出現，呢個就係俄羅斯啦。當時俄羅斯殖民咗西伯利亞之後咧，佢嘅勢力範圍已經嚟到日本海啦。過咗海咧，就已經係呢度北海道，同埋我哋對岸仲有東北地區。為咗防止咧呢只大灰熊嘅侵入咧，當時嘅清政府採取咗新嘅政策，叫做移民十邊，就將啲漢人咧俾佢哋打開個邊境，俾佢哋進入東北地區。同樣道理，明治政府咧都係用移民十邊嘅政策，佢一次過開放就俾300萬嘅日本人由日本各地，特別係日本東北地區進入到北海道殖民呢一度。札幌、札幌嗱，哈爾話啦，就係話乾涸嘅大河咁解。但係大家而家眼前見到咧，就一片繁華嘅景象啊！就因為日本明治政府之後咧，150年嘅大力開發，就好似 Mr. Clark 咁講啦 ，Boys be ambitious。咁我哋女仔咧 ，Girls be pretty。
Mr. Clark 咧喺北海道大學太受歡迎啦，嗰個銅像太多人去影相，所以咧佢哋特別喺楊枝丘咧都整咗一個哇全新嘅銅像啊，全新。直情咧係呢個北海道嘅 Santa Claus 啊，會使大家願望成真嘅。係啊，所以咧就可以咧，大家咧攞100 yen 去買一張即係許願紙啦。咁我特別寫咗希望我個仔咧都 be ambitious 嘅。哦，我個願望咧就今晚咧可以食呢個帝王蟹，唔係係名字憑什麼？我哋收視用 number one。耶！我寫住憑什麼系列長做長有。哦，好緊要 ，ambitious 啊我哋。我哋想到你楊枝丘，可以俯瞰到成個札幌嘅情況嘅。嗯，旅遊局嘅朋友咧，一嚟到就俾咗呢一幅 Genki Desu 北海道嘅字俾我哋，其實有啲意思嘅喎。係啊，因為佢哋都好關心我哋，即係個成個旅程啦，個感覺係點啦。確實，其實咧，我哋嚟到北海道之前咧，就係呢度發生咗個地震啦。咁當時我哋都有研究過，可唔可以繼續呢一邊嘅行程咧？咁但係咧，我哋連日嚟都有睇下新聞啦，睇報紙啦，咁見到其實北海道市面都好快回復翻正常啦，大家都如常咁生活啦，所以我哋決定繼續個旅程。咁當然其實咧，成個過程咧，開頭都有啲時間咧，就要掹掹緊咁啦。因為原來坐新幹線去到某些受影響的地區咧，佢係行慢咗嘅。咁同埋見到啲火車站啊、酒店 lobby 咧，佢嘅燈咧有啲咧都係節能嘅關係啦，所以一半咧都係冇開到咯。除此以外咧，市面都一片正常嘅，因為日本民族真係一個防災意識咧好成熟嘅民族嚟嘅。即使有呢個大地震都好啦，啲市民咧唔會哄搶啲物資啊，亦都唔會咧即係抬高啲物價。係啊，如果琴日喺超市見到咧，佢都寫咗出嚟咧，每個人限買一包牛奶。同埋一 pack 嘅雞蛋，大家都好聽話地，即係唔會話搶曬啲物資咯。嗯，所以喺度咧，我哋都為北海道加油啦！好，北海道加油！嚟到北海道咧，我就一日一雪糕，人生多幸福。不過咧，北海道以前嘅移民咧，分分鐘咧就係一日一 bilu 喎。但以前咧個開拓時咧，就真係啦，為咗咧吸引多啲嘅移民嚟到呢度咧，就特別咧起個啤酒廠，咁想呢度咧 local 有多啲嘅啤酒咧，就等人咧可以咧嚟飲 bilu 同埋喺度翻工同埋喺度煮啦。所以個 bilu 個名咧都叫 Sapporo 嘅喎，呢啲就係 Sapporo 第一間啤酒廠嚟嘅。咁啊活化咗之後咧，而家變咗 Sapporo Factory 係一間 shopping mall 嚟嘅咯喎。就比起我哋香港嗰啲活化嘅地方咧，就冇咁離地啦。香港啲咧即堅離地啦，可能入面賣嘅啲嘢都好高檔，好高檔啦，或者啲好貴嘅餐廳。咁嚟到呢度咧，你見到假日咧係一家大細都好啱嚟呢度玩，所以其實呢度咧就我覺得即係日本一個文化嘅傳承嚟噶啦。係啊。哇 ，Paula 一出到嚟呢度咧，時光倒流150年喎。翻翻明治初年啦，因為呢一個咧係叫做 Lega Can， 即係煉瓦館啊，係一個紅磚倉庫嚟嘅喎。係啊，1876年咧開拓市就喺度開咗呢個麥酒釀造所啦，咁而家咧就變成咗一個嘅即係遺址啦，咁啊俾大家嚟呢度咧 shopping 啦行下，咁我覺得咧哇，見到呢啲紅磚咧好親切嘅感覺。係啊，因為香港都好多呢啲咁嘅紅磚建築啊。因為我哋啲殖民地時期嘅，就見到好多呢啲嘅舊建築啦。我記得牛棚啦，或者係香港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啦，其實都是呢啲紅磚建築。因為香港殖民嗰陣時咧係維多利亞時代啦，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咧亦都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原來我哋呢個節目入邊去咗好多嘅喎，呢啲咁嘅煉瓦館，譬如話我哋去橫濱嘅呢個紅磚倉庫啦，我哋去咗函館嘅紅磚倉庫，連呢個北海道嘅道廳咧亦都係紅磚嘅道廳嚟嘅喎，因為紅磚的而且確同呢個工業革命息息相關嘅。工業革命成功之前咧係冇呢啲咁嘅建築，因為咧嗰陣時咧主要教堂係用石頭砌。
砌嘅，起得好靚好高大嘅哥德式教堂，仲有啲皇宮啦，全部都係石頭砌嘅。工業革命成功咗之後咧，要好平嘅價錢起到啲工廠出嚟，用咩方法呢？就用紅磚啦。所以咧，紅磚咧有咩好處呢？大家留意一下紅磚砌嘅方式咧，其實係防震嘅，佢係卡拉卡拉將啲磚咁樣砌開嘅，工字型嘅，工字型嘅係啦。所以即使要地震話咧，紅磚都冇咁容易冧落嚟。呢種方式咧喺明治維新嘅時候咧傳咗入嚟日本啦，咁啊大量應用就喺日本嘅，譬如話工廠啊、倉庫啦、政府建築咧，全部都係叫做煉瓦或者煉瓦亭啊、煉瓦館啦，就用呢啲紅磚嚟砌嘅出嚟噶啦。好啦，之前咧我哋去咗咧嚟自蘇格蘭嘅呢個威士忌工廠 Nika 啦，而家咧就帶你去一間嚟自星星嘅啤酒工廠。係啦，呢個星星咧就唔係 Tommy Jones 嗰個星星喎，咁就係咧代表住咧北海道開拓市嘅一個嘅 logo 嚟嘅。因為咧當時開拓市咧就決心咧要發展呢個蝦鹽之地啦，所以咧都喺外國咧請咗咧78位嘅技術專員啦，帶咗好多嘅教育啊、農業啊、技術等等啦，就要發展呢度咧，要植根呢一度啦。咁去到咧1876年嘅時候咧，特別咧就開咗呢一間開拓市麥酒釀造所，亦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嘅啤酒廠啦。係啦，因為咧佢用咗開拓市嘅名咧，你都知道咧，呢間廠咧係國營嘅啤酒廠嚟嘅喎。用個 logo 咧，當然就用咗呢一粒星星啦。呢一星星咧就叫做北極星嘅，因為北海道咧位於日本嘅北邊嘅關係咧，用咗呢粒星，你會周圍見到咧喺北海道開拓市嘅建築物啦、啲旗上邊嘅，亦都喺呢個啤酒嘅 logo 上面啦。所以而家咧，大家飲到呢個啤酒嗰陣時咧，應該諗起呢個就代表北海道嘅開拓歷史。James 嚟到呢度咧，就可以見到咧，佢哋珍藏咗好耐嘅一啲宣傳海報啦。其實早喺1908年開始咧，呢個品牌咧就已經咧會整一啲咁靚嘅海報啦。但係咧，我又好好奇啦，即係點解裏邊全部都係女主角嘅咧，冇曬啲男人嘅咧？嗱，呢個我覺得好大嘅問題啊，將女性咧物化咗啊，即係喺度賣啤酒啊，又冇啲男人嚟賣啤酒嘅。係啊，冇啲小鮮肉嘅。不過我都明白嘅，因為應該喺嗰個年代咧，佢哋最主要 target 嘅市場啦，都係男性啦，因為都係話男人飲啤酒啦，咁啊吸引啲男人就望到呢啲咁靚嘅 poster 啩。嗱，見到咧當初咧都係以著佢哋傳統嘅和服為主啦。係啊。咁啊，去到咧大概係1930年代啦，跟住我覺得係有好大的改變嘅。大家睇下，佢呢個年代係 Gatsby 嘅年代咧，大家已經係變得好西化噶咯，同埋都幾暴露喎啲衫。嗰陣時歐洲都開始興起呢啲即係 Art Nouveau 嘅形式啦，唯美主義啦，即係比較 sexy 啲啦，亦都嗰陣時係戰前啦，仲未打二戰嘅時候，大家歌舞昇平嘅時候，就喺度懟緊啤，係啊，不過好西化喎，你見到佢騎馬啦，係啊，打高爾夫球啦，不過咧著嗰啲衫咧好似係和服嚟嘅喎，證明嗰陣時嘅日本咧已經完全咧係將西方文化融入咗自己嘅生活入邊啦。1977年開始咧，呢個品牌咧就開始咧有生產生啤啦。但係真係唔好意思啦，我做咗咁多年人咧，其實我唔係好識得分生啤同埋一般啤酒係有咩分別嘅咧。其實好大分別㗎。如果中意飲啤酒嘅朋友一定知道咧，生啤咧係未經過加熱殺菌處理嘅一種啤酒方式嚟嘅，好遲先發明嘅。呢度已經去到1977年先發明咗呢個方式，因為冇經過熱處理嘅關係咧，啲啤酒係特別清純、特別醇厚嘅。不過保存時間好短啦，所以你見到生啤咧，通常咧啲人就係用個桶咧即刻斟出嚟俾你嘅，就唔會入罐啊咁樣噶。入咗罐之後咧，就唔係話生啤，係普通嘅啤酒咯。所以要飲生啤就一定要去餐廳度飲啦。係啦，所以你去日本咧，記得呢隻字啦，南啊，呢個南啊咧就係好多南啊，佢得曬，佢連 Biru 都慳咗嘅，就生。生啤，佢連個啤都唔要啦。我要阿生啦咁樣，咁咧就記得呢句嘢咧，你就會飲到特別純厚嘅純生日本啤酒啦。嚟到薩波羅一定要食呢個 Genghis Khan 啦，咁出名嘅烤羊肉啊！係啊，就係成吉思汗烤羊肉啦。其實咧，同成吉思汗咧有冇關係㗎？應該係冇關係嘅。咁我都喺網上面查過啦，有幾個説法嘅。咁有啲人咧就話咧，其實係因為當時咧，即係去到滿洲度打仗啦，日本。咁我哋咧就發現咗東北有呢個咁好味嘅羊肉料理，所以就帶咗翻嚟。咁嗰陣咧就有一個仁兄就叫做區井德三喎。其實佢以前咧都喺北海道大學度讀書。
書嘅。咁佢咧誒當時咧就喺呢個魏滿洲國嗰度做建設啦，就覺得哇呢個嘢都好好食喎。即係改咗個名叫做成吉思汗，又唔係叫 Fabili 喎。未飲已經好似醉咁啦 ，James。係，乾杯。乾杯。我呢一款咧就係呢一個 Beer Garden 限定嘅喎，即係呢個生啤嚟嘅，係淨係呢度先飲到嘅啫。咁你飲到有咩分別啊？哇，即係再清純啲，再淡口啲咯，係淡口啲嘅，新鮮啲，新鮮啲，係啊係啊。我呢個咧就係咧加咗葡萄味嘅 Beer 嚟嘅，即係 Beer Cocktail 嚟嘅。咁佢嗰個酒精嘅含量咧就低啲啦，飲落去就真係甜啲嘅，有啲啱我哋呢啲少女飲咯。好似紅酒啊，個樣知唔知紅酒咧？我試一試啊！不過男仔應該未必中意，即係覺得好mild啫呢個味道。哇，都唔係酒嚟嘅，提子汁嚟嘅啫，你呢個。啊！呢個小鮮肉哥哥咧，幫我哋烤好咗呢啲鮮肉噶啦喎。頭先我見佢咧就落咗啲牛油啊，係咪啦？係先用嘅牛油辣興咗個鍋，跟住咧就落咗蔬菜，最後先落呢個羊肉嘅。佢唔係落羊油嘅嚇，你都要落牛肉。O K 喎，唔酥喎，最驚食羊肉好酥喎。O K 啊，呢個好新鮮啊。其實咧喺明治時代嘅時候咧，已經開始養綿羊噶啦，北海道。應該都是英國的綿羊，它一次過其實北海道大學當年就是這樣的，它一個主要的功能就是由歐洲引入不同的農產品、生果和畜牧，英國就引入了這個奶牛和綿羊，綿羊就現在在台上面。所以我經常覺得如果來到北海道的話，這裡未必是大家 shopping 的首選，但是來到這裡就應該要狂食了。這個最適合是幾時吃的？冬天落雪嗰時，我上次嚟咧就係咧北海道嘅札幌嘅呢個叫做 Yuki Matsuri 雪祭，雪祭哇！即係推介大家嚇，即係其實北海道一年一新人就嚟四次嘅，春天咧就睇櫻花好自然啦，跟住夏天咧佢就有一個叫做土池 Matsuri 啊，咁咧就我以為你係叫大家嚟睇薰衣草，你點睇土池啊？係啊，係啊，你都睇啊？都睇啊！嗱，你有冇畫到個土池先？冇畫到。好似馬子啲係咩嚟嘅呢？就係咧北海道歷史好短啊嘛，北海道人咧就覺得唔得喎，我哋成個北海道咧冇馬子啲啊，冇祭呢樣嘢。結果咧佢哋研究過咧，原來咧富良野係位於北海道嘅土池啊，佢係最遠離海邊嘅地方嚟嘅。咁咧然之後咧富良野咧其實到咗夏天嘅時候，亦都係薰衣草開嘅時候啦，好多遊客要嚟富良野，跟住佢諗咗一條橋就係叫做土池嘅祭啦，因為佢係北海道嘅土池啊嘛。咁咧第一次咧就要求咧啲遊客咧就。男仔咧就剝光珠，咪剝咗上衫咧，就土池嗰度畫咗啲公仔嘅。咁啊，第一次嘅反應係相，因為太騎呢啦，但係已經相當冷淡。結果到而家唔同啦，而家咧已經好大嘅一個麻子啲嚟㗎啦。咁啊，秋天咧嚟呢度睇紅葉啦，呢度好多啊睇紅葉嘅聖地啦。冬天咧話仲正啊，因為冬天咧北海道咧係屬於咧即係大雪嘅豪雪嘅地帶啦，滑雪唔係個個人啱啦，不過浸温泉咧就唔需要技巧嘅，食呢啲羊肉咧就唔需要技巧，個個都啱噶嘛。嚟呢度咧就滑完雪浸完温泉咧就食一個熱辣辣嘅呢個 Gangistan 嘅呢個烤羊肉，係啊，咁啊食多啲喎，要啊要啊。Chicago 可能是頭先咁樣一個聞嘅感覺，亦都可能是冇乜銀包，咦？仲有100 yen 喎，夠錢買一杯抹茶。
窄坊其中一條最旺最多遊客的街啦，就係利小路啦。咁其實咧唔係淨係而家先旺嘅喎，原來喺明治時期咧呢度有歡樂街之稱嘅。咁咧就好多鋪頭嘅，咁而家最多嘅梗係藥房啦。我哋今日嚟到咧就唔係 shopping 嘅，我哋有好重要嘅任務就是挑戰當地人對於呢度窄坊同埋北海道知識嘅了解。最基本就係話點解佢哋呢個地方叫做北海道呢，有個故仔嘅喎。不如我哋又開始做街訪啦。好啦 ，Let's go。好啦，咁我哋咧問下呢兩位有為嘅青年對於北海道嘅認識有幾多啦？好，第一條問題。北海道の昔の名前は何でしたか？そうです。啊，正確嘅，嘅係呢個都哈兒嘅，係啱嘅。北海道の昔。係。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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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してください。カタカナも大丈夫です。第一條咧就係問啦，北海道之前嘅名咧係叫咩咧？咁我哋咧就已經答得好快啦。そう。そうです。お、正解。好き。もう名前いつ変更でしたか？佢由哈兒地改咗名叫北海道，係明治邊一年佢哋研究緊啊？而家開緊個家族會議啦。係經過家庭會議商量之後咧，有咗答案咯喎。係啦。呢年哦，經過我哋一番風水之後，放曬水啊！明治二年係正確嘅。幾次諗咧？咩字？咩字？一字二字。似乎呢條問題咧，對於好多北海道人嚟講咧，都唔係好答到嘅，都係要阿 James 放水喎。原來大家都唔知係幾時改名。同咗啲北海道人做一個少少嘅調查啦，發現佢哋其實對於北海道嘅認識都唔錯嘅，尤其是咧好快就已經可以答到咧究竟北海道之前係叫咩名。不過咧我哋咧點樣俾提示都好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清楚係幾時改名，我都幾 surprise 喎。因為呢個咧就發生咗喺150年前嘅明治維新。喺明治維新之前咧，幕府時代咧，日本得三個島嘅啫，本州、九州同埋四個，佢哋唔擁有北海道嘅，嗰時叫哈兒地啦。明治二年啦。霸咗呢個地方翻嚟咧，要改個名喎，改咩名好呢？當時都好頭痕嘅，佢好多個選擇。呢個新嘅地方冇理由叫哈爾地㗎，我哋改翻個名。而當其時嘅日本咧，用緊咧呢個5-7度嘅呢個劃分嘅方法啦。佢七個島入邊咧已經有東海道、南海道、西海道㗎啦，咁啊爭一個北海道嘅啫。所以咧後屘用咗北海道嘅名啦。反而呢個名係最後出現嘅，而家保留咗落嚟，因為咧明治政府後屘咧就係廢藩置縣嘅關係啦，將嗰啲島啊。府啊縣啊全部都換咗，變咗而家嘅縣份嘅關係。而家咧剩翻一刀兩府一道43縣，而家咁嘅架構啦。James 啊，其實咧我每次嚟到日本咧，我都好中意行啲百貨公司嘅超市啦，因為好多嘢食啦。其中一種咧就係呢度嘅地道小食 Koroke， 我係好中意食。香港咧食唔到呢個味道㗎，因為佢用嗰啲薯仔咧係北海道先有嘅南著薯仔啊。呢度有一間咧就專係賣 Koroke 㗎啦。哇！你睇幾多味道？我好中意食㗎，真係。嗱呢度咧佢有咧推介嘅唔同嘅味道。嗱呢個第一位嘅就係芝士嘅，跟住咧第二位嘅係肉。肉嘅 Koroke 肉即係佢啲燉肉咁樣咯。係啦，咁跟住第三位咧，哇！呢個好味啊，哇！呢個好似好正喎，咖喱 cream 啊，即係嗰啲蟹 cream。呢個都貴少少啊，呢個270加咗啲蟹肉入去嘅 Koroke。同埋咧，呢度特別咧就強調咧，佢哋都係用北海道產嘅南著薯仔嚟嘅，因為可能有啲地方混水摸魚咧，就未必係用呢個咁靚嘅薯仔咯。如果咧大家咧封建遊人嘅喎，除咗270嘅啲蟹嘅 Koroke 咧，慳慳地可以食呢一個南瓜同埋芝士嘅 Koroke。110日圓咋，係今日嘅我食先啲，仲要溝埋芝士喎。哇！咁我食咩好咧？我就想食嗰個貴嗰個，因為我未食過呢個咖喱 cream。你想揀呢個啊？咁啊，我食食平啊，係。好好好，呢個啦，呢個肉啦，呢個肉啦。好係，係先啦先。呢個加加一次，多咖喱 cream。咖喱 cream 冇一次。係，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開飯啦！
其實南卓薯仔呢個名咧，開頭覺得哇，呢個名咁優雅、咁高尚嘅咧咁。原來咧就係當時咧有個日本人咧，佢咧就係識咗一個即係商人啦，商人就帶啲薯仔嘅種子俾佢，咁佢去種啦。種咗之後就發現哇，原來咧北海道天氣種出嚟啲薯仔係好靚喎，大豐收嘅喎。自此之後咧，成為咗呢度嘅名物啦。係啦，佢本身咧就係 inherited from 佢爸爸啦，佢爸爸係個南卓嚟嘅，叫川田龍吉。由於咧啲當時啲人唔知呢啲叫乜啦，就叫不如跟翻啦，呢個既然係南卓傳翻嚟俾我哋嘅，不如就叫南卓薯仔啦咁樣。雖然其實 Koloke 原本是法文字嚟嘅 Croquette， 不過由於日本人做呢個 Koloke 做到出神入化的關係咧，呢個日文字 Koloke 而家越習喎，去翻西方變成日文英文字輸出去歐洲喎，而家歐洲人叫呢啲日式嘅洋食叫 Koloke， 其實個發音是日文發音嚟嘅喎。咁即係證明咗佢哋嘅成功啦，好成功，係啊！北海道呢個環境咧，就係佢四季分明之餘咧，同埋咧佢就係温差好大，所以好啱薯仔生長啦。同埋而家北海道咧，就大家知道南卓薯仔咧已經係喺呢度咧開枝散葉噶啦。佢開枝散葉嘅程度咧，就係唔單止話產量多啦，其實係養活咗好多北海道人嘅，因為咧原來咧北海道咧就有百幾個咧關於農業嘅工會，你估下有幾多個係同薯仔有關嘅？工會十幾二十個係咪？七十個係啊！即係證明薯仔嘅地位係幾咁重要。即係唔係 small potato 喎？唔係 small potato， 係 big potato 啊 ！big potato 啦。粟米作為全世界三大穀物之一咧，產量係最高嘅喎。而家咧，全世界年產量去到百億噸咁多嘅。超過差唔多一半咧，都係美國種植嘅。點解呢？因為美國下面嘅墨西哥就粟米嘅原產地。當時嘅瑪雅人咧，係一萬年前啦嚇，將呢啲野生嘅植物咧慢慢培育，培育出嚟咧變成咧呢個人人都中意食嘅粟米啦。咁啊，經過咗哥倫布大交換啦，粟米咧就經過啲西班牙殖民者傳咗去菲律賓先，再傳咗去中國嘅福建，然之後再傳咗嚟日本嘅九州。然之後咧，到咗明治維新嘅時候啦，日本人就喺呢個北海道開拓嗰陣時咧，大規模咁樣種植粟米，佢哋培植咗一種新型嘅粟米出嚟，就係我而家手度揸住嘅，我自己好中意食嘅，喺香港買得好貴嘅，香港買咧50幾蚊一粒嘅，呢啲叫做 pure white 嘅白粟米啦，佢嘅甜度咧去到15嘅，最終極嘅咧就係北海道嘅名產叫做雪之妖精，佢嘅甜度咧去到17嘅，超甜嘅粟米同埋好多汁嘅，又係一種點講咧？我嚟到北海道咧，一定會食嘅嘢，呢一種咧又健康又好味嘅食物就係咧 pure white， 大家咧下一次嚟呢個北海道。記得買啲白粟米嚟食啦！由全面西化嘅明治時代，到擁有世界級嘅日本建築師和雲洋才嘅最新現代式，就喺呢一度安藤忠雄嘅頭大佛殿。下一集明治憑什麼？